有民众直击在东海大学附近的台湾大道上面往市区的方向，一名穿着西装的骑士竟然盘腿单手骑车，左手还不时比出手势，这超狂的骑法让目击者超傻眼。po 网问说这是啥招式，影片更是引发网友想象空间。有人说呢，他在超度他自己，骑车也要拜神，还有网友说可能是防纵业务刚去过凶宅，骑车念阿弥陀佛度化妖魔。对此辖区警方认为影片中没有明显违规，从十二秒的影片也可以看得到，骑士的手有控制好龙头，行驶也很平稳。不过这样的骑法，很多网友都认为算是危险驾驶了，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安全。东森新闻在台中的采访报道。